在不实在，实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让人知。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怎啊？恁两个钱啊，我要创啥？你无看伊镜头也无开哦。对吼，真笑哎！哎呦，朱大哥，你是要翕啊？不要翕啦！好，今麦会使，今麦会使，安尼就会使。今麦会使啊！搁较低，搁较，搁苦较低。事业线，事业线，人人鱼线，人鱼线。杨秀慧，你后边，后边。今麦先暂停，放掉啦。你做歹谈的呢？这两个合作伙，恁爸囡仔拖在等。这两个唔知伫啥物，唔知伫后壁在套啥物货，要来跟爸讲。我拄只本来就叫你卖出来。恁爸，今仔日我给你保护咧。哎，你站哦，你站，我拄只摄到你内面。人伊摄伊，伊是一直出外，伊出啥？无啦，我无见到的，我拍我阮姊啊。摄马苏丽。你啊，摄你马苏丽啊？苏丽内面无穿哦。那有可能啦？无，我哪有看无？伊有穿啊，穿遐透明的啦，透气氛，穿透明的，穿透明的，安尼是一个卫生的问题，唔是透明。你讲穿透明的，大家足侪想象空间呢。对，我像像我是穿迄落棉粉底啊布。即摆即场是恁两个主持呀？对啦，那太到位啦。好，恁两个讲，这穿红的这啦吼，这批拢阿辉的，拢阿辉的。你家这做伙袂歹，这乌那乌那拢热情呐，对啦，嘿啦，是计乌那变出来，乌那裂出来安尼，什么变出来？胃啊胃变出来，胃变出来，我惊死你吼！我想，哎，歹势，我今仔来这是做歌星，你还要叫我变出来爱加钱呢？对无？伊话无讲好，那会使我赔变啊？变啊！对不对？啊你真正有要变？不是啊，我买卡掉。啊你若要变加钱个问题？真个叫你打我，哎，你有电话，我来卡掉来台东问阮爸爸。好。阮老爸唔知要答应无？这物件伊使好，我爱你咧。对啦对啦，爱问老爸对啦。哎呀，这独家制作的。啊，不过收费拢袂惊的。袂无你惊啦，无你惊。你会使讲讲伊无要紧，阮大拢听有嘿。这个查某吼，现在碰到收费，待遇就讲无啊。无啦，伊较敖着，我都唔敢呢。朱大哥，朱大，伊是美女，你莫讲这个查某。伊美女，啥物做查某？因查某是生过五六十摆囝，嫁过七八十摆翁。像生过五六十摆囝，你甲我讲一下。我外好手势的，两领内裤呢，做伙就大巴肚啊。甲伊那讲话，嘴若喷着，生相生。我好就是有个人生囝，佮袂输阿母咧生囝，能不落出，出落就出啊！你敢看伊冇呆嘛？你看，回回追追，阿娘上冲下洗，左搓右揉，伊是袂见假啊娘呢？这两个会恐怖呢，会敢那妖精呢，拢袂老吼。哎呦，好，你从以前看伊，佮今麦拢讲袂老。你要交兵爱交上这，交上这，伊较直啦。对啦，对啦，伊这个人吼，都会去做诶，拢会讲诶。哎啦。好啦，秀慧是真的很漂亮。伊吼，起码肥啊，我才要改妆的。上节目，伊一个叶面哦，细细只，就细只是啥？小小的花子脸嘛。哇，你是？你是公面的哦？你是甲猪哦面好大只只。
不是，今麦来谢谢姜，伊今麦肥啊。伊讲伊较早无爱跟我当这上节目，较早我就算瓜子脸呐。啊，我今麦较大颗啊，伊这万一要跟我上节目，你丢啊！啊，不要心机哦，心机的嘿呀！什么？说到心机，他才有心机呢。刚才我们彩排大家都看到对不？他穿平底鞋，今麦请杰和我这么高的高跟鞋啦。哦，啊不嘞。我你讲伊规身躯嘛，敢那这个高跟鞋有开钱呢？今天嘞吼。听讲本来遮长，哎，你改，逐摆上这边拢穿这书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起码够好嘞。现在还好，你看到的还是原来的颜色。再过两个月看得到它是另外一个颜色，对，因为褪色了。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咱只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兄弟一百，你来听我讲。系安那样。起码钱歹赚，囝够细汉，时机歹歹，有一寡代志我讲你了解。咱这款衫会当做赌博，够当做勒索，对不对？出来会当赚钱，够当改变做。哎呦，我今仔你起码看我是穿牛装。你后礼拜我来，我来再唱歌变三点嘛。啊，我唱歌两礼拜来哦，我变。小等下，你一直讲一直讲，朱大哥早起听休困啊啦。哎，弟大哎。不是我一世人哦，主持三十几年，我也唔捌休困遐久。我来讲实在，不是啊。我咧讲，你怎么？我空腔啊，甲我讲讲，啊，因两个一直讲。卖计较嘛，大哥。来啦！我想讲你辛苦关呢，你来老关吼。是我我甲伊计划者，计划啥啦？计划后段免我做。好，这个这场你放弃啊，晓得啦？我一世人，我主持节目，我休困上久了，这摆。哎，别呢，好，做好。伊袂歹呢，伊以前秀场后壁歌星若赶袂来，伊拢有法度撑全场呢。我知。一个只能唱一点钟呢。对啊，阿伯朱大哥，你若是讲哦，身体欠安呐吼，还是讲车你赶袂赴吼，我当甲你拍动。我若是歌星无来，我当做歌星；主持无来，我做主持；魔术无来，我变魔术。我当吞一千块找人家来给你。哎。我当吞金鱼放河里，我当吞鸡卵生鸡仔囝给你，十八般武艺正拍倒吼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介好用，好耍搁袂赶，好笑搁袂跳针。啊，你敢有什么意见？啊，介绍搁讲过搁实在。啊，你若是想要吹潮钱，我唔会袂要紧啊。那是无，那是无要讲半句话。小慧，你外高嘞？哪里啦？阿伯，我卖讲，不是啦，你现在你休息一下，我休困一下，我马斯你去做操，啊对对对，有你啊，朱大哥我介意你的呢，有啊，一组这个节目开始就点讲马斯你爱来，啊当然有点你啦，我刚才有讲，第一啦，这个万秀珠网的第一档就要请你来，哦真的啊，我好荣幸哦，听说你要看剧本，我会写剧本吗？你有听到我写剧本吗？不是不是，主要跟还不是我讲。你跟我三十年了。哦，恁是有这种的感情的对吧？三十几年前，哦，你还没出来。就是高凌风红起来，就是我主持的。哦，对。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他们全部一起作秀。啊，徐若徐若兰。贾若男。贾若男。徐佳丽。哦，就他三个女的，两个阿花阿朱。对不对？一个高凌风，啊，你当然嘛敬马斯利，对，我拢无敬你，伊无咧笑。朱大哥人玩好了，就好好贵啊，你拢捧，你拢别咧捧，搞拢别人咧搞。你这查某，我唔知你的个性，你三十年诶，体格还阁真正有够辣。真正呢，朱大哥你嘛甲我望看有辣，我你嘛甲我望者，啊，全部啊拢歹甲我望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！我为了工作病啊，我特别在对你乌白思想。那我差这多啊！因为恁老爸甲脱线的吼，啊甲游客当三个哦，我上尊重的。哦，哎，你知唔知？所以你是伊的仔囝，安怎就是妹妹。真的哦，对不对？无啦，你要来什么？无啦，你若要安怎，你要跟恁老爸脱离关系啦。未使，外公未使咧。外公，哎，阿辉是好女。对，报纸拢有咧看。趁钱饲老爸老母，这是确实的。嗯，对，哦。对。哎，我，啊，你较贵啦。你做阿哥一句就是要甲我好边啊？做人唔通差遮济啦！你乖，我嘛袂歹，好耍阁袂看，好笑阁袂跳针，对不对？你若带我，恁家真正三工厝尾顶块破去啊啦！你带我绝对无冷场，绝对袂无聊的啦！啊，你想啥物好嫌的啦？是不是？你莫看我呢，我较早来甲朱大哥作秀，因为伊甲我气嫌，讲啥物带着阿辉啊吼，迄个面绝对足够讨气影啦！迄个规张头脱了了，其中一号也脱无着，伊三过得够火烧厝啦！啥物啊？台湾人嫁袂出去啊！朱大哥害的啦！安尼朱大
搁咧负责啦。就是嘛。对啊，阮秀慧足好诶，恁哪会生呢？你找一个安我嫁，我唔管啦。啊，这首歌今晚是咱那老鼻灰啊。不是诶，佮老黄黄的咧。叫你噶，我总着糊弄着要出来。对哦，我等下即起会来，我就真麻烦啦。怎歹处理？后抓来演戏。演戏哦，啊主持你都差袂落去啊，哎呀演戏你变嘛？演戏又在于演。也是演哪搞的呀？我来讲啊。啊有影有影会使者，过一个哪搞啊？安尼好唔好？安尼赞。好来千金贵。啊哎，公开啦！就是要用这招的对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朱大哥，马助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这样啰嗦。哎，空谈白的哈，我跟你三十几年哦，作秀好多人在堆呢，都还没有碰到，真的哎，奇怪了，是朱大哥，人家都说你生过孩子，没有啦，那可能马姐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观众镜头，跟这个会啊，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，有没有生？没有啦，有没有？我们要给大家证实一下。不是你去等什么起来好不好？跟我到后面给我看。我看我不会讲。不是啦，啊看要看哪里啦？我自己欣赏。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为什么看那里？有没有生这里会尿尿的？哦哦，尿尿啊！那是成文呐。尿尿。尿尿的。哎，你说妊娠纹呐？对对。没有啦，没有是谁？我告诉你，你看我已经生几个，我这里都有线，都有线条。线条。有线条。没有啦。哦，这两个来老的啦。嗯。直接看到人福气。朱大哥，我今日来是因为伊是主角呢。无啦，你伫甲伊嫌，伊要出唱片啊。我今日是陪伊来收这部的呢。你要出唱片？出唱片，我是甲你恭喜，你来我这宣传绝对袂歹。对啊。但是你出唱片，互这个查某知。这个查某讲啥物哦？就听你去唱歌，塞车塞到弄病。真诶假？你甲伊讲。我是迄天我咧录音室录音，啊，拄好马姐咧敲电话甲我开讲，啊，马姐，我即马拄当咧录音，我拄好录好一块块，啊，无你甲我听一下，看意见安怎，我怎赶紧传互听。啊，伊听了随弄变。你讲好好好，我来甲你纠正一下，就倒落迄个车顶，迄个唱片倒落，就开始听，车嗯，啊，就塞落吹落，塞一下吼，三天啊未回我消息呢。去弄着病，三天才精神呢。是惊着吓。哎呀，是啊，真好听，够真感动。这我了解。秀慧在讲，伊是较可惜哦。在讲互恁笑，秀慧若敢去录音室录歌哦，伊绝对做有自信，啊，家己摕钱出管恁。不是啦，人唱片公司甲我管的啦。头家出钱互伊管的啦。头家出钱我管的。他不过叫伊陪伊出国去佚佗就是。富商，一元包养。期待你哦，这专辑来到我这个所在，好，好好啊来唱一下。谢谢朱大哥，对不对？谢谢兰姐，来继续唱什么话？嗯，蒙阿波也敢去，这你唱片哦？不是，这条不是。来，阿婆过来一下，好。
变的未来，加减啊拢会有阻碍。免靠西，卖乱来，抬头心明，巧哉哉。欢喜心看世界，无私无偏观自在。是一个新时代，欢喜心看世界，无烦无恼无阻碍，平常心非常爱，脚踏实地上。